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哎，咱们这里继续啊，来把这个黄油啊，一个无双版的一个通关啊，一个小教学呢，给各位带来下部啊。这里呢是在视频的上部呢合到了衣服跟腰带啊，然后呢在视频的下部呢现在是就剩这一关了啊，后边呢就到三无归统。好，这个黄油呢，我是这一局呢没有教各位呢捡这个啥，没有教各位呢捡这个属性剑，而是选择捡腰带。这样的话呢，你看有腰带啊，这个必杀啊，这个48级的超必杀的伤害非常的高，是吧？24000一个必杀呢，直接干死啊，这就是这个黄油48啊，配合这个腰带一个主播的伤害。这样的话呢，虽然说啊，这个整体的输出呢没有属性剑那么高，瞄起来没有那么爽，但是胜在无脑啊，对，没听错啊，胜在无脑。那么呢，咱们这里继续啊，这个人的连招呢，视频上部呢我已经基本说差不多了，咱们呢下步再看看。你呢可以接这个4下 A 2下 6 A 啊，也可以呢接这个前 A 接这个空中的这个钻，都是可以的。你喜欢哪个连招接哪个连招。然后这个位置呢扔一下这个沙漠壳啊，然后呢再捡新的。之后呢貂蝉是慢慢打死的，咱也不打吕布了。所以说呢，咱们这来看这个双 boss。双 boss 这里呢，等敌方怪出完无敌招啊，这个必杀你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等敌方的 boss 出完无敌招，你再开，或者呢给他放倒，彻底倒地以后你再开啊，这是这个必杀需要注意的点。那么呢，咱们这里继续吧。我这儿呢可能是准备这个撞一个那啥了啊，撞一个这个动物书了吧，先把黄忠打死吧。这里呢我是2下 6 A 会接的一个连招，中间呢接了个6 A。然后这个人呢，既然说是以必杀为主，所以说呢，你的背面道具呢就基本上呢存满9壶，6个9壶就够用了。如果你6个9壶存不满，那么呢你再补1个9碗就 OK 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赵云呢应该也是死了，啊，没死，2700，但是不够了，咱就不撞了。再就可能呢，我的动物书也满了，是吧？这个人还用不上那么多动物书啊，虽然说呢动物书比较重要，但是用不上那么多啊。咱们呢继续往前走，来看这关的收底 BOSS。这关的时候对 BOSS 呢，依然是用沙漠歌吧。啊，沙漠歌的话呢不费气，而且呢沙漠歌的数量因为有6个过多，后边也用不上，所以说呢在这儿啊用一下呢绝对啊是吧，非常的好用。因为这个刘备啊皮糙肉厚啊，就怕这个沙漠歌，其他的话呢什么都不怕。那么呢咱们用这个沙漠歌一下15000啊，这个刘备呢很轻松，6、7下就带走了。好，然后呢这个关羽啊速道呢也就差不多了。你看这个位置是吧，关羽雷雷大哥挨了个 ZD。啊，咱们再来，再见了，宝贝儿，还没死，再见了，兄弟，死了。死了以后呢，咱们捡一个小黄书啊。如果你现在的小黄书的数量不多，打完这个关羽以后呢，你可以不打死关羽之前，你可以扔个动物书。我这2个小黄书加后边的一个小黄书，3个小黄书，我感觉就够了。所以说呢，我就不用了。如果你感觉你不够用，你就扔一个动物书啊。这样呢，关羽在变动物的状态下被打死呢，还爆一个小黄书，就4个就够了。抽了个奖啊，啥也没有。要不呢，咱们接着往前走，来到了这个第二关啊，还差一关没打呢啊，不好意思啊，那我记差了啊，没事，无所谓。然后呢，这里可以看到后边呢，我基本上就是这个无脑打法了。然后这个必杀一定注意啊，离这个怪呢越下越好，或者越上越好，是吧？因为它中间你人落这个位置呢，它是没有火的。你注意看这个火落地之后呢，它是呈这个以中心啊，以自己的人为原点啊，向外呢四处散发成一个圆儿。所以说呢，原点中心是没有火的，那么呢，你离怪就远一点就行了。之后呢，第一杀狗登场，我呢是这个超必杀，既清兵啊，又把这个杀狗打倒，然后呢接着开。哎，你看着吧，这怪一旦是无敌的时候，你开这个必杀就白扯了。所以说呢，开这个必杀的时候，再次啊，已经 N 次的跟各位说了，一定要注意啊，保证这个怪是吧，是一个非无敌状态，或者说倒地刚起身。我这里用了一个下山臂的无双，再加上3下 6 A 啊，这招就比较好用了。这招的话呢，无双取消，然后呢，后续接连断，9壶太多了，吃一个，前面还有，你们不买。那么呢，咱们往前走啊，直接来看这关的收底 BOSS 夏侯渊。夏侯渊的话呢，也可以打得很无脑。我这里呢，选择撞一个抽奖令牌吧，我应该是想放抽奖令牌啊，果然抽奖令牌撞上，AB 一下抽奖，哎，这走大了，再把这个大印捡回来，我大印，哎，兄弟，好吧，这个大印不要也罢，下一关呢还有大印啊，下关还能撞，然后呢夏侯渊身上也有大印，我这里呢这把大印撞开，没捡着那个地下的，咱就只能捡夏侯渊身上的了啊。之后呢飞碟坠地，这位置呢一条连招没打上，落地开个必杀啊，这样呢夏侯渊起身被定住也不会无敌。但是呢，这个火是用不了了，你看是吧？这个火啊，圆的这个中心是没有火的。之后带一个必杀，火焰坠地，再见，搞定了，非常轻松。那么呢，咱们继续啊。这背面的道具呢，基本上就是
两个合成装备，然后呢，两个酒，两个令牌，一个大印，就这玩意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来看吧，这俩 boss 呢，我是选择了扔飞碟啊，实际来讲呢，没那个必要，可以呢一顿无脑必杀带走就完事儿了。这位您看到这一个空中的钻连招啊，打了这怪四万多滴血，这足以证明这黄莹是吧，拿着腰带的输出也够用啊。虽然说呢达不到属性电秒杀效果，但是确实是够用。你看包括这怪啊，一下呢也是钻了他将近四万滴血啊，不到四万滴血。然后咱们这里继续再来输出输出这两个小老弟儿。这儿呢我是不打算太用气啊，你要是如果是不缺气的话呢，你可以一直用这个必杀。我这里呢就是准备一通散打啊，一通散打结束以后呢，到前边呢就不用打气了啊，这是一通散打的好处。当然了他俩打单也不疼是吧，咱们这里呢，哎这怎么操张还卡住了，是个傻子啊。这就是谁来揍谁的这个方案了啊，下上 A 二三六 AOK 搞定一个，两招的护戒拿下了曹彰啊，之后呢送他啊去见他的兄弟，见匪不满直接走人，没有打气的必要了，基本满气。咱们来看里边可以挑好毒气筒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毒筒一丢，沙漠科一换，这样的话呢换沙漠科有保障。我们来看毒气一丢往左跑，沙漠科一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所有的怪就全死了是吧，咱们呢再笑啊就无人可挡，之后呢继续。这个地方用一个沙漠科呢绝对是合情合理的，首先怪非常多，其次呢这帮这个boss 呢也很厉害是吧，尤其这个貂蝉陆俊啊，但是用沙漠科能控制。然后呢一直用沙漠科呢笑到这波孟获来的时候就笑不动了，基本笑不动了。再就是这个孟获也笑，哎你看是吧，所以说呢这里选择换回来啊，然后呢逮谁揍谁，因为呢后边呢只剩一波魏延了，随便打。随便呢是开必杀也行，是扔毒气也行，我这里呢因为天生有小选择开了个必杀，第一下全平阵，第二下追地，你看到是吧，屏幕清的干干净净啊，把这个时间机减一下，张小鸡满了扔一个减一个，正好杀魏延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往前走，前面这个必杀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开的时候呢还像前面说的不要给怪卡无敌，这里呢我用 AB 把所有的怪放倒，哎你看着吧， AB 尽量放倒所有怪啊，然后呢再开，这样看所有的怪都控住了。我们来看啊这个位置我用几个必杀能搞定，离怪远点，第一个必杀，第二个必杀在怪起来之前开就行，俩必杀已经死俩人了现在啊，咱们就继续第三个必杀啊，俩必杀死三个人，第三个必杀基本团灭，就剩吕布剩1600滴血。你看到黄莹这个必杀的输出绝对是够用是吧，然后呢打死吕布换一个沙漠科，如果你前面打的特别慢建议你扔个时间器再换沙漠科，我这里呢因为前面打的很快所以说没有必要是吧，没有扔时间器的必要了。那咱们这里呢尖叫五虎将呢带领的一帮小老弟啊，咱们这个笑的话呢他们是基本突破不了的啊，主要咱站到最远的位置，哎你看是吧，出门就倒出门就倒，对沙漠科令确实是很强。然后呢最后这个人的处理诸葛亮也很容易啊，你沙漠科把他放倒的话呢，你把这个诸葛亮一个必杀起身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毕竟两口子啊，内战的话呢咱们黄莹啊还是大有优势，这里呢来放倒以后直接必杀啊，我这里是扔了个隐身衣，因为地下刚好有个隐身衣是吧，咱不用也浪费了，所以说呢这里呢是扔了个衣服，但是实际来讲呢你刚才开个必杀一般都得诸葛亮呢直接倒地啥也不是。 OK 这位置呢在诸葛亮护腿加速之后给他一个钻啊，然后接着往前走，这个沙漠科呢在这儿基本就用完就完事了啊，后边呢没什么用，后边的话呢是给他换成这个连身锤啊，换格子再笑啊，两个马啥也不是去买你。正好打完这十秒了啊，换回来能扔个时间机再继续往前站走。好的。小时间一扔。之后其实这地方呢还可以用沙漠科笑一下啊，然后呢让这个啥，让这个沙漠科出门先被笑啊，这样的一个让金就秒了。不过呢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开 AB 啊，连气都拉不了，因为一个怪只有9万滴血，开个 AB 就死。另外呢你有衣服他们打你也不行是吧，所以说呢没必要再扔这个什么必杀让你扔。但是呢这个黄盖不一样啊，黄盖扔完之后呢你虽然也剩900但是你 AB 就不好意思了，所以说黄盖这里头选择这个稍微稳妥一点再扔个战友机，你看扔第二战友机都没中，四万一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动物出两个战友机，如果没死呢你到这隐身一基本是满的，那么你再扔个隐身一完活对吧，哎你看这把扔 OK 没死，没事扔个衣服反正他死完了啊，报隐身一，所以说呢咱们用衣服给他带走。这位置呢咱把这个沙漠科先给他丢了啊，挑好沙漠科你这一手挑给他一丢，哎这样一会儿捡锤子是吧，就省着手忙脚乱捡不上了。
OK， 捡一个衣服，捡个加血，捡一个锤子啊！咱们呢杀完曹操，哎，锤子忘捡了，哎，这不出事了吗？好吧，最后一刻想起来了，坚持了啊！当时锤子忘捡了，这个最近这个脑淤血突发情况有点多，是吧？记性也不太好了啊！那咱们这里呢，来干一干曹操。飞盘毒气有的是啊，只要呢就给对面放倒，基本上就没有生还血了。那调好飞盘一扔，还有九个毒气，这什么怪都禁住这么重。四个二三六 A 一下伤 A 啊，之后呢继续啊二三六 A 再转再转下伤 A 啊，下伤 A 之后呢用前臂收招，下伤 A 用前臂收招呢可以快速收招，这样呢可以跑到左边扔毒气啊。你看这个曹操是吧，三十五连啊倒地再没起来过，直接带走。然后背面调好这个司马懿，正面你可以调好九绝招或者隐身衣，看你用哪个。我这里呢是准备绝招啊，这里呢直接放司马懿开始笑，因为这个司马懿呢基本上啊笑完之后就到隐身的波了，你呢用自己的肉身再挺一挺扛一扛啊，隐身的波呢就腾过去了。腾完隐身出来之后呢，跟最后一个葫芦娃操到一起，那正好是竹子大显身手的时候啊。这兵里边最讨厌的可能就是铁甲兵了。打你一下虽然不疼，但是啊，他这个必杀呢无双，可以让你这个司马懿呢倒地啊，断了你的这个笑的节奏，非常的不得劲。OK， 咱们接着笑，下一个火娃赶紧笑，问题不大，躲过火之后继续来水，再躲个水，走，哎好啊，你看是吧，基本上都能到这个隐身娃，但是得那带大印啊，没有大印白痴。OK， 你看是吧？最后一笑刚好是啊，这个隐身娃结束出那个葫芦娃啊，那这样呢，咱们这个时间也拖差不多了，再用肉身扛几下，打几下就让他打吧，不怎么疼。等这个隐身的啊，隐身时间消失，咱们呢从右往左，因为左边有墙是吧？从右往左扔个竹子啊，再扔个竹子，完事一定要把这个怪啊直接秒杀，要不他还隐身啊，耽误时间。之后的话呢，这地儿可以扔个小黄书，五虎将两本小黄书足以。不需要那么多，当然了，如果求稳的话呢，就用三本。不过你用黄蓉不用求稳啊。如果这个两本小黄书没死，那补一个必杀就完事了。所以说我这里留一个小黄书，直接干左慈，这样你看一个书打了六万滴血，然后呢再开必杀啊，这个必杀呢左慈又躲过去，哎，你看是吧？完事了啊，干净利落又轻松，这就是腰带黄蓉啊，这个无脑的点啊。之后这个地图呢，黄蓉更厉害了，这个地儿呢直接往上飞吧。直接是顺着屏幕的最上跑，然后呢脸朝左，脸朝左让你去飞啊，在落地以后呢，即便是挨揍，这个怪呢打你一下，你起身也可以直接进门，这是脸朝左的一个小细节。OK 啊，这仨怪呢形成不了任何威胁。正好吸一口水，来了等落地，完事直接下就行了，打一下也打不死。进门有的是加血 ，OK， 那咱们出来啊，来看这个地儿。这个地儿呢，上官剩一个张角巾，然后呢自己刚才又捡了一个，所以说呢这位置呢准备先把张角巾丢了，直接开飞叉也行啊，无所谓，没什么大区别。我这里呢开了两个张角巾，躲一下，啊没躲开，起身无敌，开四十八。哎，你看他这个必杀打这个吕布也是很疼的啊，虽然说呢这个吕布呢你一次只能打一下，不能追地啊，不过也够用啊，他这个气多的要死。哎，之后呢这个吕布的这个效呢你可以用黄蓉那么躲啊，当然了如果你那么一直躲的话呢有可能一直下不来，所以说呢我选择慢一下血下来，不跟他磨叽了啊，赶紧的把这个吕布用飞碟带走。OK， 带走以后咱们接着往前走啊，前面呢是补将啊，那没什么好说的，小黄书两本如果不死啊，咱们就补追地，人追地或者必杀追地，不哪追地都行。这里呢一本然后等一会儿啊，等怪起来，这样再扔啊。如果诸葛亮不八卦的话呢，那打不着咱们的。那葫芦个水，那不错啊。这个诸葛亮如果起身葫芦水，基本所有怪就全死了。我们来看啊，基本所有怪就全死了，不死也就是一下追地的事。果然，你看是吧？剩一个张飞，一下追地给他带走。然后司马懿打张辽啊，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是直接就打死了啊。不死的话没事啊。在这儿的话，基本上是能打到六颗气的。啊，基本上能打到六颗，不出六颗气也行啊，五颗气也够用，四颗气可能也够用，反正这个道具也都是。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呢，这个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隐身衣和一个洞窟啊，就足以了，别的都不用。然后呢，我这个素材呢是在改版以前打的，所以说呢，我给各位找了一个改版以后的素材，就是说呢，里边这个怪是改版以后，就是说呢，给这个葫芦精打倒就隐身那种。
我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教学的目的啊，并不是说这个剩这个五命一堆道具最后打不过了啊，然后需要这个紧接着别的血缘，并不是啊。所以说呢，一会儿你看到呢，不是一局游戏啊，不过呢并不影响。那么 OK 啊，咱们这里呢是把这个张辽，哎，还没打死一个。这时候如果你缺九壶呢，你就现在扔一个时间机，然后再扔司马懿啊。不过那样的话，基本上啊，扔时间机的时候就死了。好，搞定了张辽，因为我身上六个九壶啊，所以说不需要扔九壶了啊。咱们来看吧，里边啊怎么打？那把这个素材换一换。OK， 里边你可以看到呢是直接我是调了个竹子。啊，调了个竹子，然后准备隐身衣。竹子这里呢，直接扔倒，然后调隐身衣。这个时候呢，怪也隐身了，这就是改版以后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对于很多新手玩家来讲，或者说这个，不是太，怎么说呢，就不是水平太硬的玩家来讲，确实不好通关。但是我推荐你这个人物啊，就是无脑通关，看见了吧？变回来以后呢，直接来动物书，然后什么玩意都不用，他俩基本上啊，就是凑个上下差不多就行了啊，不用太在一起。然后呢，你就找个差不多的位置开必杀啊，对，差不多的位置，比如说像我这种就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边开必杀呢，边慢慢跳道具。第一下先把道具跳到 B 面，第二下呢把道具跳到九壶，然后在这两个动物起身以前开必杀就可以了，不用太快，也不用太慢啊。你看他俩起身以前开必杀就可以了。好多人说那不对，永恒，你不是这个 B 人物是吧？扔九壶以后暴击伤害减慢吗？对吧？无所谓啊，减慢就减慢，咱们伤害够得要命啊！你看是吧？这个带着气槽的必杀，它就不疼啊，它就不疼，很明显就不疼，但是不影响是吧？咱们呢快速把这三个必杀开完，这样的话呢，这个气槽还没走啊，咱们再扔九，扔完九再开必杀，这样呢，你在九壶结束以后还有两个气就是没气槽的，但是无论够不够用啊，你也不用刻意去控，这个道具是太够了，只要你到这身上有四五个气，有六个九壶，你就看吧。他俩连手都换不上啊！这就是我给你推荐这个人物啊，在改版以后好通关的一大原因。你看是吧？这用什么技术含量？完全不用什么技术含量。出门扔个竹子，把葫芦取消，防止这个动物挂着葫芦给你刮死。然后呢，葫芦扔完了，对面隐身了，你也扔个隐身衣，隐身衣拖过他的隐身之间，两个人啊都现身了，直接动物书啊，然后对吧？就开始这个了。你这玩意谁来不了，对不对？没人来不了，谁都能来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可以试试这个人啊，简单无脑啊，这个绝对是打这个最后俩 boss 最简单无脑的。像什么张辽、马超啊这种什么怪呢，这种人还得把这俩怪控到一起是吧？这个人连一起都不用控，那你看是吧？俩人俩怪隔这么远，直接就能干。然后你看这个是吧？六个气啊，加上我的六个九活。还有一个九没用的啊，这个武神已经是要跪了啊，是吧？然后呢，还剩一个葫芦精的，估计最后一个气也用不上了啊。这样咱俩双双毙命，再见了。OK， 那么呢，这一波通关教学就很轻松的就带走了，是不是？非常的轻松，就是这么轻松。还剩这道具，你看吧，还剩五六个隐身衣啊，这个三四个动物梳子，五六个张灵剑，对不对？都用不上了。这就是这个闭环营啊，这个通关的一个简单教学吧。好吧，如果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呢，可以帮我点点关注啊，转发、评论、赞呢也都不要错过。那么呢，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